大哥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哎，陈志强在那边哦，要亲热，你老婆亲我，可以吗？多少亲热？来来来，来一二三，谢谢。来，给我一张。来，酒杯那个，那个，调酒那个，你要上好，坐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Oh. 大哥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好，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我来泰国吃了三个，包含这两个四个蛋糕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吃了三天饭了。天道大家这个团队大家太有爱了，谢谢大家。今年的愿望就只有今年，延续到明年。我真的很希望天道上档之后，收视率可以节节高升，可以赢过任何一台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二个愿望呢，我希望天道，因为一定会拍很久，我希望在拍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演员、工作人员，大家都拍得很平安、很顺利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三个愿望，好，等一下，这个你一定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刚刚说我许的愿望，全部都要长长久久，不要喝酒，喝一口一口。哦，啤酒不能拍戏啊！还好，如果他今天收工了，我就淋下去了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，开了！来，拍张照，拍张照。哎，陈志强在那边哦，要亲热，你老婆亲我，可以吗？多少亲热？来，一二三，谢谢。就是我原本没有要来的，我也不是为了志祺来泰国的。刚刚都说你的爱香水，谁的爱香水？不是为了宰哥生日来的，这才真的是爱香水，这才是爱香水。对啊，宰哥真的没有，宰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戏剧圈里面，尤其在台巴，非常照顾我们后辈。他真的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又慈祥。好男人，所以天道这戏的拍摄当中，又刚好遇到他的生日，又刚好在泰国，所以这缘分太特别了。嗯，所以我相信你们的缘分啊，除了是我们跟他缘分，还有相信这部戏也会因为这样会有更好的祝福，收视率一定会低迷。